脸红面赤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中医讲面部潮红的原因有：一、情绪不稳定，例如暴躁易怒；还有压力大、紧张、害羞；二、饮食不当，食用过多的辛辣食物；还有喝酒，还有喝太多的咖啡。三、阴虚内热导致盗汗的症状。四、热症，体内实火发热，还有环境影响的热。素问炽热分喉法，将面向我们的心脏放在额头区，脾脏放在鼻头，左下是肝脏，右下是肺脏，下巴是肾脏。热盛则面部脉络扩张，气血充盈而导致面色红赤。五、湿热中阻，通常是饮食导致的，例如刺激、辛辣、油腻的食物食用过多，还有吸烟、喝酒伤及脾胃，导致脾运化失调，造成中焦阻滞。西医怎么看待面部潮红呢？皮肤或黏膜表面毛细血管、小静脉、微小动静脉持久性的扩张，还有血液加速及增多，以及红血球量增多导致。通常日照、过敏、情绪异常、环境还有皮肤疾病为常见原因。如果合并皮疹时，要注意观察出现跟消失的时间、发展顺序、分布范围、形态、大小、颜色，压了以后会不会褪色，是平坦的还是隆起，有合并瘙痒及脱屑吗？一、高血压，常常跟情绪不稳定、饮食不当，例如盐巴、酒精、咖啡过量，还有失眠有关，容易出现肩酸、头痛、晕眩、头部充血，整个脸都赤红了，脑梗塞、心肌梗塞的几率会增高。二、发烧，常跟感染、免疫疾病有关，常合并心悸、倦怠、耳热，圈起来的地方注意一下，耳朵是红的。
如果伴有咳嗽、咳痰、低热、盗汗的症状，要小心肺部感染，如肺炎、肺结核。三、便秘，可以因为体热、失眠、咖啡过量、水分、蔬果食用过少而导致。手掌、手部会干燥，大雨季皮下多青筋血管。如图，宣浅而不萎。耳朵呈现脱屑反应。四面。四、身体痒，皮肤过敏。异位性皮肤炎。干燥瘙痒，加上红疹、脱皮、渗出组织液、结痂或苔藓化，严重的有血管性水肿，英文叫 angioedema， 发生在鼻子、咽、口腔、喉咙的黏膜水肿。眼皮泡泡肿起来，嘴巴也肿起来，脸红，好像咸蛋超人一样。过敏有地图舌，手掌可能会有金星线，也俗称过敏线。五、自体性免疫疾病，例如红斑性狼疮。它是一种蝶形红斑，英文叫 SLE， 以鼻梁为中心，面部出现像展翅蝴蝶样的红色斑块，好的相片这样。六、心脏二尖瓣狭窄，通常脸颊红色微微带紫色，这说明体内有瘀，全身血液循环不顺畅，如相片这样。七、真性红血球增多，就是一种多血质，红血球过多的意思，是一种慢性骨髓增生的疾病，可能会出现头痛、皮肤发红、乏力、体重下降的症状。相片下脸色都是红润。相学上有关脸红的补充，自己的工作都做不完了，还要被凹。被强迫做不甘愿做的事，例如一个人帮忙做好几人份别人的工作，只好喝咖啡硬撑，脸变得更红了。肝火旺，血压高，便秘，台语叫做扔头颈棍，自然越被熬更多工作，所以一脸死面塞饼。